来这边。你还好吗？心情不好吗？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一起讲吗？不要难过。来这边。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妈妈不希望你这样子，妈妈希望你快乐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学业压力。工作上吗？很多地方。这样子。我们不放心你离开啊，说出来心情会好一些。他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，跟你的最好的朋友联系。我等下去找他，我在班上受不了。对，我想说，我想说先停顿一下，所以我先。我先把你带回去，安抚你的心情。啊，你叫你朋友来带你，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初恋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初恋也哭得稀里哗啦，所以那个都是一个人生回忆啦。来，很高兴啊、哦。看到你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，他刚才在路上都一直哭，现在看到他我很高兴，就是要这样子，记得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俩的约定就是要开心，有什么困难第一个先去找你的家，家人找不到再找你的朋友，第三个要找谁，我刚刚在车上也讲过，警察就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有困难你们就需要帮助就找警察。